他第一次来信集，他信集会不会很紧张？其实我很紧张哎，我紧张的点在于说，哇，我总算可以上两个大前辈的节目，因为像我刚刚就在问说，那有没有脚本？然后呢，我们的金牌制作人富哥就说，阿扁呐，你没脚本呐，你青菜供的喝酒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样我才害怕。哦，对，没有剧本，最没有头绪，会发生什么状况？你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吗？我怕的是我表现得太好。我刚刚有听到小道消息说，小道消息怎么样？说志豪给我个绰号，有绰号叫大头豪。喂，是真的吗？这不是绰号，这是国民生活须知。真的吗？这是大家都知道。叫志豪哥哎，我觉得很不公平哎，怎么会说我是短头啊？我也觉得我真的不是头太大，是我的身体太小。可以，我就这样说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下次要澄清说，请叫我身体小豪。对嘛？我觉得其实这样也好，因为呢，这个艺人总是要有点特色，要有点。被记住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我最好看的地方就在头，所以我妈妈帮我把它放大了，可以，大家对我印象深刻，可以，我现在合理吧，非常合理，我现在对志豪哥就非常印象深刻。好，那谢谢志豪哥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对着镜头说，你为什么不带我？你要，我看是他要带我吧？为什么是我要带他？你少在那边。我们要全世界都很好。志豪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去楼下参观，他们有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子珍。有一个主持人看到我好热情，他就说：“我跟你趴得很熟哎。”我还要讲长城线，结果他以为是半桌二人桌。笑眯眯的，然后他就尴尬的走掉了，他留我一个人在那边更尴尬。弟弟刚出来，大姐的名牌了，所以这个好。所以你看，你是不是要比较带我？那人家有人带，你带我就很开心的。以后我要唱。酒后的烟火，酒后的鞭炮。维持了两个小时。Yes， 你熊上，帮他做推拿啦，你推拿两个小时，然后事实上只有一分钟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决定再找一个伴跟你一起三 P， 你说好吗 ？OK。喂。自爆讯息念出来。我对我把你的讯息念出来。每次叫我演父亲汉，太过火。每次都叫我来演你儿子。浅浅的暖身活动，对对对，昨天手不是应该要按手吗？没有啦，这个腰比较麻烦。老师，这个身体天生要需要保养，这个脊椎也是琴键。嗯，现在老师那个低麦，音阶可以低，音阶可以低点。谈到中音来。Big Song Lobby 啊 ，Big Club in Taiwan Night Club， 我 Night Club。刚刚青梅姐不是说 Big Song Lobby 吗？大歌厅。Lobby， 好的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, my dear。我今天听你那边。Have one, your perform, your performer. I dare not, I dare not. Because you are my friend, my brother. Try. I'm always your brother forever, but I dare not. Okay. Oh, just keep.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Okay.
是什么风格呢？今天 CEO 的风格。CEO。CEO 的风格。天拖还蛮硬，还蛮搭颜色的、啊。我本来都是红色系的。对，信奇卫星电视台也是这个颜色。刚刚我的小编说，上面绣信奇卫星电视台，不错吧？对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